个别的媒体和机构基于反华势力炮制的涉疆谎言和虚假信息，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政治目的散播有关的谬论，无端指责中方。对此，我们坚决反对，完全拒绝。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，是个别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编造的实际谎言，其目的是限制打压中国的有关的企业、有关的方面。 破坏新疆的稳定安全，进而遏制中国的发展。新疆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维吾尔族人遭拘禁的情况。个别媒体和机构对中国政府多次向其提供的权威信息置之不理，甘当谎言和虚假信息的传声筒、放大器，这严重违反公正、客观、非选择性等原则。